好，这样我有荧幕录影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天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集。我跟你讲，上次开箱我的信用卡，大家在人家底下留言，开箱老爸，他开箱老公，一定更惊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其实呢是不敢拍。既然大家想要看，我们就直接开箱给大家看有多可怕。但是我真的要解释一下啦，其实我没有什么好解释，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。我的消费是包含投资，还有公司用的东西，还有我们的生活，就是所有拍摄的器材费用，通通都是用我的信用卡刷的。你现在讲这些都来不及，所以那个数字仅供参考。好不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就该算的算一算，觉得买是合不合理？不是，有些觉得不合理都在底下留言。有些投资也在里面啊。我买化妆品也是投资我自己啊，说是什么啊？我投资我自己，我买化妆品我保养好我维持好我现在的状态。好啦，我们就一样，就是开箱五月份那一个月，就疫情的时候那一个月，到底刷了多少钱？嗯，好啊，盯着看，盯着看，盯着看。好，我们先看总金额。我要先解释一点，你有看到上个月31万，我不是每个月都刷31万。上个月你记不记得我们去住了饭店，住了快要一个月，那笔就快刷了15万，那个算家用。等一下，我先练习一下。那个，因为其实有些讲新店蔡依林是从来不看我的信用卡，我不要看，他看了会心脏，我可能会暴毙，我可能会死翘翘。那上一期这么多，其实有时候我会比较多，那真的是公司嘛，就是公司用、生活用，我们就看你是不是全部都公司用、生活用，我等一下统计起来。然后这一期新增的金额是17万5千，听起来是有点夸张，可是里面真的还好。17万5千，我有些是我的投资。投资什么？投资，比如說投资我、啊，你可以投资我，投资我不是很好的选项吗？投资，我来看看你买什么东西。上一期31万7，这一期17万多，每一期都哇好几个万，我来看看到底买什么鬼东西。第一个是什么 ？PC Home 1/24第十期，我看8万多块。我想这真的是投资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用。录的这个镜头12-20 f/2.8，这个就是买这支镜头。好，可以给过吗？可以，收你，收你，我寄发票过去喽。这不是收你，这个镜头是我自己买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镜头真的是工作用，所以我们就让它过。下一个是退掉的珊瑚礁旅行社，这个我知道，是我们要去澎湖的时候本来要买的一个行程，那因为没去了嘛，就退了10000多块。还好有退，再加上这个15000进去，我这一期就变19万。对、啊，就够20万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还有退啦，你应该超过20万啦。然后下一个是 PC Home 1402，这个我要打开我的 PC Home 看一下，几月几号啊？你打开我的 PC Home， 我可能看到更精彩。我等一下再转快一点，不能看到最近买的。5月23号啊，你要用的东西我都在线上买。那时候你不是说想做馒头，然后家里没有卫生纸，对，这笔就是买一些家用品。家用品，好，可以。下一个任天堂。655，这个就是悠悠打 Switch。对，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悠悠他就说他想要玩萨尔达的扩充票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帮他买了。到这里是不是都非常合理？好像没什么不对劲。Hello， 我们才还没有超过5笔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的。我要笑死，还没看过超过5笔的人，觉得他很消费很合理。再来是。统一超商，这看起来就是买酒啊，300多块。300多，有时候你也会叫我去超商买个鲜奶啊，买个什么，所以这也算合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那博客来有一个退掉，对，就可能他那本书没有了啊，好像可能是书没有被退掉。所以我们家真的很爱买博客来，最近先蔡依林帮小朋友买博客来的时候，都是刷我的，因为就直接绑定，这就刷我的卡，我都绑定，我最后都只有现在只有问验证码是什么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再来是又是 PC 用588这一笔558电池，正常嘛，是买电池的费用啊。对，你看你买多少可乐，就是因为有时候就要凑免运。你知道吗？这一笔啊，其实我有买电池，有买可乐，可是就是因为电池不到免运的价格，好，所以我就买个可乐，我也都有喝完啊。可是你就是买越多喝越多的人啊，不管是可乐或者是酒都是一样。是，
是。再来是这个淘宝的，这个这13417块，这个不便宜，这肯定不是我要买的东西。我查一下，其实、欸、你不要故意在那边遮遮掩掩哦，那个视窗调那么小。查一下五月，他就是故意不想让我看什么矿机，哦，10000多块，你从淘宝买矿机？不是。就是买回来插显示卡，这样我就不用出门啦、啊。之前还要自己跑高雄。好，这算投资？投你个大头！你投资多少了 ？Seven Eleven 125块，这也算正常啦。嗯，不是很的，这应该是买饮料、买咖啡什么的。再接下来 PC 用就2笔，1790跟991，这样加起来这一笔也快要3000块。1790这一笔跟991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电表啦。电表，就是、店里有时候我要修水电啊，需要那个電。该不会这又什么显示卡要用的东西吧？是啊，这个是电表。你是不是想欺负我看不懂这些文字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个是电表，这是公司要用的东西。说到量电啊或什么，就是要买一个好一点的电表。可是我买这个是稍微好一点，因为我上一个其实我之前就有一个电表，可是非常不精准。看着我的眼睛讲。我之前就有一个电表，看起来就没办法说服我。那真的是电表了，这个991就是拍影片买 AnyCase， 然后还买了水。对，好，淘宝买了2023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淘宝的后台，2023是淘宝400多块，就这个啊。哦，就是400多块，这个就是买网关跟人那个感应器，人体感应器，这也还可以吧。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找不到，所以还是又买了。就是我买了又买了一个网关，然后买了之后就找到了。对，买了之后没有，买了之后很久以后才找到。好，那再来下一个是乐天市场，熊超人有限公司，这是买气泡水。信用卡缴了3个中华电信的费用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我不认识的号码。帮谁缴了？哦，都是公司的，都是公司的啦，这几个都是公司的。OK， 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汤马士的肉品，这我知道。3429，这也算家用啦。然后再接下来这个虾皮支付，我就不知道。虾皮支付就要打开虾皮后台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在老婆面前啊，把这些4115也是不小笔。把这些商城的后台，我老公到底买什么？打开啊，其实蛮恐怖的。你都故意弄那么小，就不想要让我看啊？不是啊，几月几号？这个那台乐高的遥控车，我确认一下价格，真的啦。好，同意。同意，真的啦。好的，又要买遥控车，要那个乐高遥控车了。好，再下一笔是什么？开始有点紧张。再一笔是云朗，这我知道，我们买来开箱的东西。哦，那个云朗是哪一个？是那个烤鸭啦。对，就是我们买了烤鸭，然后再接下来是德安航空。哦，这是我们买，就是打算要本来要去兰屿的机票。对，现在还是要去啊，就是延到比较后面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已经改过要去的日期，然后就看接下来能不能顺利成行。下一笔绿界的顺利智慧，这个我记得是买高雄汉来的。对，2000多。对，高雄汉来2000多。你看，你刚才说那个对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紧张。不对，不对啦，高雄汉来。然后还有下一笔是 Google 的150块。对、嗯，这个是那有一个创作者，就是包20万订阅什么，我就是留超级留言的。哦，好。对，然后再来是 Seven， 你可以买到800多块。这个就是我老婆叫我去买啤酒啊。你确定？对啊，她就每次。你老婆怎么可能整天都叫你买啤酒？对，真的啦，真的。一定不是，你就是自己要喝的吧？没。啊，我知道，这就是你自己去买那个什么 whiskey 吧？不是啊，不是这一笔。不是这一笔，那还有别笔哦。应该不是这一笔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不是这一笔。然后再来是 Foodpanda， 这很正常嘛，310可能吃什么东西。然后再来接下来是 YouTube 的，这个269也是就是月费制的、啊嗯，这个就是我你有在用免费广告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我都有订。OK， 然后再接下来哇，淘宝就有2笔了，这2笔就3000多块，3000多。对啊，你看这个2540跟575，打开我的淘宝啊，买那个啦，摄影的架子，就是我现在办公室不是有那个灯吗？那个摄影灯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有了，就是我现在灯啊，那个灯就是在这边买的。好 ，OK。再来有一笔是美金120，这个是不是你女儿买衣服的？
这个是，对啊，这个就是你们买3000多块，对，那是缇耶娜买的那什么 BTS 什么衣服的，对，他就是被下了一个广告，然后他就说啊、哦、，V 说要买这个活动只有一天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买，重点是到现在没到货、哦，现在已经快要7月底还没到货。你看女儿要买的也是爸爸付钱，当然啦、啊，好不然呢？好，然后再来是音乐415，这是我们 YouTube 那个版权音乐，好，然后1700是 Adobe 的钱，就是月费制、月缴制。你是不是想说那个 AD 就随便一个糊弄，不是这个自己取一个 Adobe？ 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以前我一开始订阅是1400多，结果我有一天就不知道是什么，就自己把它退掉，嗯，然后再重新订阅就变1700了，哦，所以我就对它非常的有印象。如果退掉，你下个月 Adobe 就不能用，可能就要把2000块，对，就可能又涨价。好，这个一定是悠游。这82块就是它要连线啦、啊，那 Switch 要连线的费用。哦、好，对 ，OK。那再来是 DHL 1060元，而且只写 DHL。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，这个是我那时候买 iHerb 的时候被抽水晶、嗯、哦，它就直接可以线上刷卡。好 ，OK。然后再来下一批，又博客来，博客来3881，合理吧？这个都不小朋友，对，这是小朋友买书。哎、欸，他们这样这个月买书是买5000多块。对，其实你看，其实小朋友书我是基本上他们想买，我也是都说好了。对，只要他们愿意看，我就能付我就付。嗯、再下一笔是星星冷冻，然后那个汤马士买那个肉，买肉哦，也是家用，合理合理。然后再来是 Line Taxi 50块，那时候是为了拍 Lion 的一支商案、哦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车上待了一下子，司机收了50块，嗯。然后乐牌股份有限公司，这也是拍摄啦。3925是哪一家、啊？这个好像，这是不是那个和牛啊？和牛47的便当啦。对，和牛。那接下来统一超商355229。哦，你同一天去买了两次，这个老婆真的肯定又买，真的是帮我老婆找酒找两家。怎么可能？一定就你自己要买，用想也知道。然后再来是淘宝846。好，就是那个。那你1235一起找，同一天一起买的。846应该是那个小米的理发器。哦，剪头发。800多块。1235可能是我一起结账。这个就是哑铃跟画框。哦。对，哑铃跟画框。OK。就是那时候我们拍摄需要一个小哑铃，然后还有个你女儿的画框、嗯，都是家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哑铃还是我要买的。然后再下一个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690，哦，买那个百元便当。百元便当，然后下一笔是 Foodpanda 47，可能买了什么吃的。对，然后再下一笔我非常有意见，我老婆就叫我去买2片吐司120块，星巴克花了120，找了快3天才找到，你知道吗？那吐司真的不错啊，你自己说那个吐司是不错，还行。对啊，然后再下一。又淘宝的是这笔比较多哎、欸，这笔要8537，8500应该是这一笔啦。是什么？有显卡，规样的显卡，挖挖挖什么啦？不是挖什么？什么以太矿？8000多买不到显卡，不然什么？那个是矿机，只买一个机器就买，还没有卡就要8000多块。下一笔是什么？我看一下藏寿司 ATD 哦，我们拍那个回转寿司，对，拍影片 ，OK。然后再下一笔是399，399是买线材啦，嗯，买一些电脑总是需要接线嘛，那就是又是显卡要用的线材嘛，线材讲那么保守，我都听得懂哎、欸。然后再下一笔是，这笔就是真的是我去买酒的啦，就是装新、嗯。你扛那么多笔，一点一点都是，刚才都是你的，刚才是你要买笔，这笔你最好是这笔就是那时候我看到两瓶酒蛮漂亮的。然后就一起买纪念酒、嗯。下一笔，啊、哦，这个 是什么 YouTube 的？我订阅某个频道啦，一个月要100块。哦，好，对，就是订阅的， okay, 可以接受。然后好，再来，又 Seven。鬼刚，你到底去？哎、欸，你很爱去 Seven 买酒哎、欸。有时候你们买冰棒啊，买鲜奶啊，你女儿要什么都是直接拿我的信用卡去过的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我们直接开你 Seven 的。那个消费记录，搞不好你打开跟你想的都不一样，搞都是啤酒，啤酒，啤酒。哪有？我最近很少去 Seven 买啤酒，最近我们都是在那个真的一次都买比较多，不是在 Seven 买。好、哦，再来星巴克，哦，你真的是星巴克才买吐司5片，真的也是我的，那真的好吃哎、欸。
对，吐司五片。啊，在统一超商57，这也还好啦，一点点可能买一个小东西。对，可能肚子饿。再来这665，又是淘宝。淘宝我看一下才知道，哎，这样真的很赤裸哎，因为我90%的东西我真的都是用刷卡去付钱的，这是买插座啦，买那个转接座，这个买了10个。再来，特力家。对，10000块买公司的架子。架子。对，架子。好，合理。760。好。好，这应该是咖啡或什么的。应该是。对。然后再过来是汤马士的肉品，哎、欸，汤马士我们这个月买了3次，哎、欸，汤，你看光我们肉的消费加起来就可能8000-9000块，光吃牛肉。对，而且这个我们也不是只有买牛肉，我们还要买别的啦，就是一些海也有买海鲜什么的，而且我们这次不是只有买我们家要吃的，有时候我会帮我公婆一起买，然后再来是放心出，对，753块。哦，那一天刷他那一张753，就是因为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信用卡就是没刷过，所以就刷了。对的，然后再接下来是 Google， 你买了一个900块的东西、嗯，这个是那个啦，我的云端相簿没了，所以我就 Google 的相簿的费用，就是我还买空间啦，就一起买，合理。这好像是年付啦，它不是一个月900，一年900还行吧？可以。好，然后再来你应该有印象，这什么？没印象，都没印象。Amazon 712块啦、买那个 Google 的礼物卡。去充值迪士尼，我们拍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oogle Chromecast。对，淘宝的896块，我想到896是这个是帮你储值的。哦、就是，我学那个乌克丽丽。对，我直接刷卡跟那个大陆的朋友换支付宝去付你那个大陆 App 的钱。嗯，好，合理。帮老婆买东西都合理，都合理。这也是淘宝179块。179是不是这个？那个 Google Chromecast 的套子。哦，保护套。保护套。合理。对，合理。买套子可以。套子可以。你有保护啊？保护。好、再来松果。松果830，就是我们拍面罩的嘛。哦，面罩也合理，合理。对啊。再来是社区照顾协会，这是我们固定有扣啦，扣600块给彭婉如基金会的。请问一下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我有看到76220块，76220块。你看我买的那个机器从大陆寄过来，然后它上面没有显示卡，那我又看到，哦、所以那是显示卡哦，显示卡那是怎么一盒哦？不是，那是2盒，因为我看到白色的显示卡，这是买了。华硕的3070ROG 白色，我还在我的生活频道有开箱过白色，那白色就很漂亮，你把它带回来，贵哦。可是我自己觉得，我大概花了快20万，有一半左右我自己觉得都在乱买一些显示卡，不是投资，其他的其实真的就是生活开销吧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生活开销就是哦，喝喝酒啊，买买显卡啊，然后买一些拍片的东西，大概就是這樣。可是这个真的就是我没有别张信用卡。就是这样，我也是只有那一张、啊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不喜欢领现金，我的所有的开销就是透明在这边。嗯，我的开销也都是透明在那边，可是你是我的好多倍。我没有什么买什么显卡的鬼癖好，你那个消费那个投资都很惊人。那是投资啦，可以投资我啊？没有到夸张吧？我觉得上个月30几万那才夸张，那真是因为有刷饭店、嗯。有时候我们一出去玩一趟也是10几20万。对啊，好，我决定以后我再也不要看这个东西，看了心情会心躁，像那个波动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不过现在蔡依林不错啦，因为他从来不看我的信用卡，他没看有什么好看的。其实也真的没什么好看，就是很 boring 的信用卡。可是我也不太爱看他的信用卡，就是、我能有什么好看的？对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就大家敲完已久我疫情之后的信用卡。如果你觉得我买的很棒的，在底下留言；如果觉得我乱买的，那你就可以把这部影片看完，然后看我们明天的影片会更好哦。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如果你觉得老爸都乱买，在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